我们一定要先要把中定中心定了啊，移过去到这个去了，现在交管搭设了，就带动了嘛，哎，中心到了，那这样的一起过去，这样的进而且整，一方面而且且维系你的这个平衡，不会失去中定啊，这要把它注下。我们接下去呢，是用腰继续向右边转的时候，这个右脚跟上来，同时这个手随着腰走，你看这样带过来，带过来时候啊，去了是慢慢移到这个中间了，到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脚尖啊就要向右扣了，到这儿去落实归根，啊，一听啊收起来一样的，到这儿呢慢慢移过来中定了啊，接过来，因为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书上有的时候它是。讲的这个起点和落点中间的构成没有，他后来有一部那个影片，你们大概没看，慢动作他到这儿，当时我就问了，这是为什么要停？他这个就这样气满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地方，要气沉丹田，哦，到这儿去落实归根，如果气还没有完全听指挥的话呢，你就用你的毅力啊。后来我们都记得，好，接过来呢，但是不要停，有这个构成，啊。接着开过去一步，看了，定了，一定要把它注意了，中心定了，我们就上步呢去了。脚踝着地呢，蛋面是不是多蛋面啊？好，这个是大概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大家，啊。